我活了22年，我竟然现在才发现到，原来有一些东西是很需要手指的。啊，我指甲开不到，我怕它断掉啊。No。Yes。最困难的时候到了。现在我不懂怎样脱，因为它会动到我眼睛。我是Shiko，这个是我的指甲。然后今天这影片我要做的就是去弄 nail extension。我指甲是这么短，等下我就要去 nail extension， 就是要把我指甲粘一层东西，然后弄长它。然后这影片我就是要来拍，就是弄啊这个 nail extension 的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这东西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下女生爱美的时候是愿意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有认识一家美甲店，这叫美甲店吗 ？Before， 哎呦，安哥要过马路，给安哥过先。哇，很多安哥要过。OK， 快点过，快点过。Malaysia typical hand sign， 停，给我走，停。得空就去做这样的东西是很不错，可是不是长期啦。当然，我是觉得好像今天我知道我要去做指甲，我就会有比较兴奋。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你特地做了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你要来的时候，你的心情就很美，因为你感觉哦，我指甲要变美哦，你就会比较开心一点。我觉得女生偶尔做一下这样的事情会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好，一整天的心情都不错。除了说现在找不到 bugging 的问题以外，我都很不错。I feel special。 然后我今天去做的指甲就在 Kota Damansara， 当然他们是没有叫我讲啦，可是那个老板娘的人很好，所以我就帮他 promote 一下啦。因为我只喜欢跟好的人合作，那种很难相处的人我不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其实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店呢，我有去过一次，然后我是之前 Oh my god， Malaysia 就是这样多动。然后我是觉得怎么那个路这样，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好人，跟我很好聊，因为我很注重 service， 尤其是你要做头发啊做指甲这种东西哦，一定要看 service 的。哇，我的 parking skill 真的不行哦，我是多久没有驾车了。我是真的有去过一些店哦，那个 service 很不好，然后那个老板娘也是很穿这样，然后我就心想，就你还要我来第二次没有，不想来。所以我很挑店，不止手工啊那些东西，其实 service 很重要。Yeah， 补充水分，这个是 before 的指甲。惨了，我记性真的可以差一点，去我竟然忘记人家店在哪里，都来过了。惨烈，我真的是不记得在哪里，是哪一个？Oh my god， 原来在对面，我一直以为是那边，为什么我这边呢、啊？我记性又错了噻。Oh， opening promotion， 这样我可以叫妈咪来做。Hello， Hi。你有八对吗？有，我八对面，我一个手好了。圣诞节跟过年要带妈咪来做指甲。嗯。你有 matching 吗？过年的时候。Mother's daughter 的指甲。我的指甲写 D A U G H T E R， 妈咪是 mommy。我的 extension 好了，我的手指瞬间长了一寸。哦，真的耶，有一点点 baby 毛这样。这可以帮你的指甲保暖。为什么我来弄指甲会送 topoki？ 他们去买这个 topoki 给我。那你有人做指甲做到我这样幸福？耶、yeah！topoki 好吃。我指甲做到一半还可以吃东西，太好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差不多了。Yes， 我做好回来了。做好过后，感觉自己比较女人一点了。因为我做好过后，我觉得我手指终于长了一寸这样。然后我刚才选的是粉红色，再加 bling bling 的 silver。然后我没有做很复杂的，重点就在拇指，因为拇指会一直按电话。然后你按电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看着你指甲这样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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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它平时是有一些是可以这样子转，或者是这样吊着这样，它是转的那一种，就有点像 fidget spinner 这样，你可以拿来转。可是今天我选的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感觉我现在比较女人了。所以接下来的48小时，我就会录起来。当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录起来。我已经知道不可以怎样了，我打字打不到，我按 B， 它会按到 G； 我按 M， 它会跳去 J； 我按 Space， 上面的指甲就会按到 B、V、N、M。我按那个字，它就会跳去上面、旁边、左边、右边的东西了。我发现到我打 keyboard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要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按准准那个 keyboard。 对，有时候我以为我按了，结果原来我是按到旁边，没有按到那个 keyboard 的字。在我要冲凉之前，我发现到一样东西，我脱不到隐形眼镜了，因为平时我是这样脱的，现在我不懂怎样脱，因为它会冻到我眼睛。然后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两个手指。哈喽，我现在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所以记得不可以这样，要这样。我连卸妆都会想要看着我指甲，我不小心指甲插到指甲了，我听到咔一声，为什么有声音？我插到。卸妆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是用 cream 的卸妆的就惨了，就是 cream 的它会刺进去里面。我刚睡醒，所以我整个脸水肿。然后要化妆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手指不能去涂这样子，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这样我不能直接用手画，所以我涂了，然后就这样我指甲就不会弄到了，然后那个化妆品也不会刺进我指甲里面。哦，我的炸鸡到了 ，Yeah， 你微微有了是不是？哒哒，炸鸡，看我几聪明，我 order from 一间店。因为我知道这间店，只有 wet tissue， 不是有给手套的吗？哎，哟，他们没有给手套啊！这样吃饭了，我还想说有手套，这样我就不会弄到我的指甲。结果他们今天不要给手套。嗯，我很好吃，这是 soy garlic flavor， soy garlic flavor 就很香。然后这是 honey 什么 honey 的，就是很脆。哒哒，我之前看影片哦，人家不是这样子吃的，他们是这样，然后拿出来。我还叫了一瓶可乐，我很久没有喝可乐，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是觉得说吃炸鸡是要配可乐或百事耶，会不会为什么？我指甲开不到好，我怕它断掉啊。No。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有这个问题？然后塞进去，这样。Yes, we got our 可乐。是怎样炸出来超级好吃哎？结果很多油啊，那种东西在指甲里面。我要拿肥皂洗完了先，过后拿水冲里面，我要洗掉里面。然后我突然间弄鼻子，这么有鸡的味道啊！刚冲。然后我有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有用手刺东西的话，我要用牙签来弄。我也懂。阿姨要看指甲里面有没有东西。我要确保干净，因为我不想等一下突然间睡觉的时候嗅到有脏，对，不可以脏脏。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啦，只是弄一下可能比较安心一点。可是平时我们都不会用手吃东西嘛，所以我其实本来没有想到这个会是一个问题。Ellie 阿姨的 eyebrow 美吗？很美。很美哦，我昨天去纹眉，所以这个眉毛还没有脱色，所以它现在很生病，多两天这样它就会开始脱皮，然后它就会浅一点，就会 natural 一点。你要弄指甲吗，艾莉？ Do you like my nail? Yes. 你长大了，阿姨带你去弄。I want the real one. Oh, you want the real one? Sorry, 我刚跟她讲阿姨的指甲是假的。If you want long nail, then you cannot bite lor. Next time when you grow up, 你先拿一个手指。关着眼睛，你这样看。这个啊 ？Why? Diamond. 我好喜欢 diamond。果然有遗传，我们家的女生都喜欢 diamond。你跟婆婆一样啊，喜欢 diamond 的。This is not the real diamond. 妹妹，阿姨指甲美吗？妹妹，阿姨指甲美吗？妹妹，阿姨指甲美吗？你看 bling bling， 妹妹，妹，这个是什么？我去切黑油。我不管在驾车还是什么，我都是一直这样。这个已经变成我的嗜好了，哈哈哈！我准备要出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对了，原来这个东西我是带不到。其实是可以，只是要慢。
Okay, 最困难的时候到了，耳环的这个要这样抓，然后就可以这样那样。OK， 哈，戴到了。还有一个，其实基本上这个指甲的问题只是在很难动到小小样的东西，因为那个指甲你 feel 不到嘛，然后那个东西又很容易跑进去了， feel 不到那个东西到哪里了，所以才会难。其实是 OK 的，我觉得。OK， 可以了，可以了。我活了22年，我竟然现在才发现到，原来有一些东西是很需要手指的，知道是什么吗？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个是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我的三千就掉在地上，然后我就快点捡上来，结果我一直在那边很辛苦的捡到，然后我刚才是在路中间，你知道在路中间要捡西林，然后蹲在那边捡了很久都捡不到的感觉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捡西林会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好了，录了两天，录了那么久，我发生的事情应该都给你们看了，可是我相信会发生的事情不只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而已，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分享、订阅、按赞。可是我还是很爱美，我还是会做了，我觉得，因为我真的觉得弄好过后整个人来啊，我喜欢，还是到现在我还是会一直看着它。好，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